我就不用了。嗯，这东西既是白搭的，累，是吧？就像那个武侠武林高手啊，他之所以成武林高手，他是在闭门闭关修炼，师傅把东西教会你以后，那个勤加练习，勤加练习，勤加练习，终究功成名就，对吧？这东西就是需要自己勤加练习，找到那种感觉。也变成自己的一套路数，张三丰教张无忌练太极拳。哎呀，啊，行行，我们啊，你听过哪样没听过？让我发挥发挥吧。哎呀，哎呀，没能让男生摸摸你头。没有。就等着你了。眉毛这边我就不做吧，做不着，做眉毛很有感觉的。你都做吧，你都做，我没化妆，没事。没事，我好多热敷也行，那个我都没做。嗯。做的话就二十分钟了。啊，你没事，你该有的这些所有的细节都教了，没事。好，还没化妆。刚开始做按摩的话，一定要忌讳重手法。刚开始一定要柔和缓慢的手法，把力度加上去，是吧？然后这样按抚一下，提示人家开始按头了，是吧？然后这样开始，然后分头下，你好聪明啊，你我这次不用讲了吧？嗯。讲的我好累。我速度快点吧，五分钟结束。经常头痛头晕，可以加上这个动作，或者热敷也行，都是啊，会看法的话，在泰坦效果更好，是吧？再扶下眼球，然后再滑到这眉毛上面，然后揉按太阳穴。这个你们手小的话扣不上去的话就是这样，我就可以回到那壮士这样，揉按手一定缓慢一点，是吧？这样，就是让慢慢让他入睡的最高境界，就是让他随着你的节奏慢慢慢慢入睡，是吧？一般如果他熬夜，经常打麻将熬夜的，做到这一步的话就能睡下来。睡觉的话，你有两种选择，一种偷懒，一种不做，他就不知道。
然后慢慢滑到这下面。但是他经常头痛。在我们那边，然后有时候查岗的时候就发现做足、嗯、做足疗，坐着坐着，员工坐着，手在那坐着，眼早就闭上、嗯、睡着了。还一看人，他一看客人睡了，然后他也睡了。嗯、我们那不允许看电视，如果逮到的话要罚钱，所以说一般情况下都不怎么看电视。手法重不重？嗯，不重。有啥重？其实很简单，就那几步啊。落下好几步，你们不要注意了。等下两个视频一对焦就知道了。点热的时候有点疼。嗯。像你这样头晕。估计也经常会，偶尔会头痛的。嗯，就只啊，就这个地方，那点特别疼。你没化妆这么漂亮啊！你化完妆不是更漂亮？嗯，谢谢。然后开始做侧面。一般做到这一步的话，不给他做，他头部都有感觉了，嗯。拉下颈椎，然后往上提按，嗯，点，然后手扶着就往上，再往上提按，拉，拉完了再转动去。这个放上去，拉上，然后再往上提按，然后。怎样？拉完以后搬，这边躺着随便搬一点四种，是吧？这样搬随便一点四种，嗯，这样搬一点四种，然后放下来以后，然后再把整个头部放松一遍，然后再按什么？
这个尽量都不碰出送客人的面子。嗯，对。光烂头顶。再整理一下，然后说一下。还有可以在拉头发之前，然后可以这样搓一下，嗯，这样都可以，但是放松动作，嗯，然后敲打一下，再敲打，然后整理一下结束。落下了好几步。梳头发。